娘是82年的龙井，怎么讲？老绿茶了。你现在触景生情这四个字你就占俩，景情畜生，你就是丧夫都不吃秦霄甜，怎么讲？没脑子。现在你就是郭德纲放风筝，怎么讲？你出身就不高，你郭德纲骑马，你上下两难。你是郭德纲的脖子，你好景不长。孙九方的高能输出片段一，全方。芳芳可爱，奶又高，向着到头，终有报。我名字孙九方，长安城北一条街，芳芳才是你的爹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了解芳芳谁是娘？世间哪有真情在？我叫芳芳，你爱我。天若有情天亦了，从了芳芳好不好？灯红酒绿惹人醉，芳芳世界迷人眼，跟着芳芳别再。浓眉大眼。片段二，话说得好，每个朋友都交不多的老公都给家，只要老公换得快，没有悲伤的机会。就是个渣男，因为朋友叫王思聪吧。王思聪在孙九方面前都不算什么，孙九方是德云社的骚话手。爸爸，今天我输液了，输了什么液？想你的液。今天你吃饭去了？吃什么饭？吃的是你乖乖精吧。爸爸，今天我拉屎了，拉了什么屎？想到你这个小天使。今天做核酸去了，肚子很酸。片段三，斗人斗肝斗在锅中喊，都是一个爹，为啥要杀俺？朝辞白帝彩云间，你去跑到小河边，小李飞刀一瞬间，你变成了小太监。有首诗小学学的叫父母暗杀，不是咱学过这诗？慈母那首诗，慈母手中剑，剑剑逆子身上劈，一秒12下，剑剑出暴击。还没完呢，还没完。腹剑子未凉，掏出七匹狼，后心凉，心飞扬，一节更比六节强。王中王，火腿肠，果冻我爱喜之郎。喜之郎不一般，马可波罗贴瓷砖，能贴墙，能贴地，大力才能出奇迹。片段四。有首诗，什么诗？叫《咏鹅》。我写一首咏茶。那天课文叫闰土啊，查查查，半夜偷西瓜，遇到了闰土，反手一钢叉。最后房子涨价了，五房，房房房，价格一直涨。你若不买房，没有丈母娘。对。木兰辞，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开飞机，开了什么机？波音747。片段五。一本百家姓缺了第二个字儿，什么呀？没钱。你是财神爷放屁啊？钱多撑的吗你？老娘是82年的龙井，怎么讲？老绿茶了。你现在触景生情这四个字你就占俩，景情畜生，你就是丧夫都不吃秦霄甜，怎么讲？没脑子。现在你就是郭德纲放风筝，怎么讲？你出身就不高，你郭德纲骑马，你上下两难。你是郭德纲的脖子，你好景不长。